首先，第一个，我做一个示范给各位看。当然，刚刚点下去嘛，这个有啊，这个没有，两者就有差异了哈。所以，当然这个动画效果一定会是比原来的来得好。可是要怎么做？首先，第一个，我这边已经有做了一个啦 ，PIC01.XM 咯。那它实际上就是这样啦。里面的话呢，基本上啊，一定是 XML 档案，那一个开头啦哈。里面的话有个叫做 selector。这个 selector 呢，实际上哈，里面就会有主要哈，第一张是预设的 default， 就是预设的那个图是这一个，哈，更正一下，应该是下面这个是预设的，那上面这个的话呢，就是当它什么被什么呢？被就是按下 press， 就是被按下等于 true 的时候，那我就把第二张给替换了，按下去的时候，所以基本上替换的部分是在这里。预设的是在这里，所以会有两张啦。那所以呢，如果你将来呢是二的话，那当然你就把这个数字改一下，好，然后呢存档的话就是存那个 PIC， 因为也许我这边逻辑是01、02、03一直到09哈。那怎么把这个给做出来？一，请你在桌布上面按右键。二的话呢 ，new 一个什么呢 ？new 一个叫做桌布的 resource file， 好。因为呢，我们如果放图的话，它放直接放、啊、如果说你要新增的是 XML 的话，它这边会有一个这个，就是你可以产生对应关系哈、哦，来把它点击下去。这个时候他问你说，那你的这个名称要叫什么？如果说我是 PIC， 刚刚01已经做02好了，那直接呢哈、哦，你就是直接输入 PIC 02，并且放在预设桌布了，因为你在桌布按右键哈、哦。OK， 那其他底下的话有一些 available 的那个。这个其他的设定，不过这边我们基本上里面没有那个 selector 了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按确定 OK 就好了，自己再把这个产生好加上去之后的话呢，哎，预设其实它就有一个 selector 了，所以你只要补上什么两个 item， 那这两个 item 呢、哦，当然你不用特别去背了，有的时候其实哈、哦，像我的习惯，反正需要的时候一定要找得到就对了，好、哦，所以你要有很多的云端，像我自己都把。有一些 source 放云端嘛，那需要的时候拿来，其实我是可以从头做了，可是有的时候你不用这么累，你可以参考，但是问题哦，特别是你不能说，到处乱抓。我看每个有很多同学哈、哦，做出来的风格完全哈、哦、不一样，可能一个 app 里面有非常多的乱贴，而且每一个贴的都不太一样。至于他怎么贴，有些他根本搞不清楚，所以尽可能还是要有自己一套整理程式的逻辑，有点像整理笔记一样，你自己要看得懂，将来也要知道怎么用。那像这个也是一样，两个 item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，上面的话是按下去，下面的话是没有按，把它贴到那个 slater 这里，好 ，OK， 这样的话呢，那稍微修改一下，这个是。这个是一嘛，啊，这是二嘛，二的话是这个是没有按下去的，那这个是按下去的，我看一下逻辑对不对？哎，没错，022嘛，这个是没按下去的哈，所以请各位大家稍微又或者可以参考这里了哈 ，OK， 好，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又多一张了，那第三个一样哈，所以再新增一个什么 ，new 一个这个，然后 PIC， 03，好，以此类推，那。其他就把这个再把它贴上，好，以此类推，就是再把这个改成3，这边改成3 ，OK， 好，那就是9。那还有没有更快的方法？我好像记得可以复制三个，贴三个，啊，那再一次来改，那没有，反正就是动作快，不过它确实就对了。好，做完之后的话，执行我做三个哈，还没有，还有个地方要改，哪里呢？切到那个 HTML。这个图有没有？本来我们用的是那个 background 的那个这个档，我们是用的是table 的往下哈、哦，这个地方有没有？本来是PIC 旧的，我们把它改成 PIC 01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呢 PIC 02。那我大概 demo 的改三个就好了，其他都差不多哎。不要打错，打错马上变红色了。OK， 它其实非常的敏感哦，所以这么敏感，如果你看到红色的字都还继续往下做，那错应该我想，如果你知道错你就改嘛。OK， 所以其实基本上
我觉得它其实还蛮不错的一个 tool 哦。OK， 好，那把它 save 之后的话，直接 run 一下。OK， 好，所以你要随时注意啦，只要有红色的，那表示有错。有没有它 install 了之后，哎，执行一有没有？有了。那应该我刚刚改错了嘛，对。所以以逻辑来上来看呢、啊，应该是我刚刚是不是 image 啊这边改错了，有没有？好，就这样子，再 run 一下，哦，那就应该没问题了。其他请各位自行再把这个动画给做出来。那动画做完之后哈、啊，最后再增加一个，把那个 toss 本来是 toss 文字哈、啊，最后呢，我们一样把它来一个什么呢？ toss 出一个密码错误，本来是密码错误，对不对？但是密码错误感觉这样很 low 的一个东西啊、哦！如果你用 toss 用那个文字，感觉真的很像那个小学生在练习的那个感觉。所以如果你拿去给人家 demo 的时候，可能面试官一下就直接给你扣分，印象大家觉得你这应该是初学者。所以呢，你还是要做一些改变，比如说，哎 ，toss 出来不要是一个文字，而是一张图，叉叉。打勾这样子，那怎么做哈？一样啦，云端上我已经把那个图给放上来了，这个 delete 跟一个 OK 啊，这个图好像我是 Google 随便乱 Google 然后找到的哈，所以这个应该不知道有没有版权问题啦。如果我们上课，不要做商业用途哦，应该就比较 OK 一点点。好，好，那就把这个图下载，一样放在哪里呢？放在我们的 Drobo 里面，所以待会一样把它贴到 Drobo。那等一下怎么去让那个 toss 变成图哦，待会再来看哦，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